的下水吹成神仙水，每瓶卖千元，七万人上当，传销团伙狂揽六个亿。一瓶包治百病的神仙水，由美国航天局认证，每瓶售价高达1000元。这样的神水，你相信吗？安徽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责任区刑警三队副队长曲小龙介绍，是美国航天局认证的一款包治百病的神水，又称生命元素能量液。投资人喝这些水包治百病，一盒15小瓶共15000元，也就是每一小瓶水1000元。同时公司宣称，口服神仙水只能达到70%的效果，要想达到100%的功效，投资人还需要在一个倒入漂浮水的漂浮舱里内服外漂才行。为此，中资创联公司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专做漂浮管加盟。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责任区刑警三副队长曲小龙，这个漂浮管实际上就类似于这个传销链里面发展传销下线的一种枢纽。在这个案件里面，漂浮和传销分配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掌握大量证据后，警方对涉案公司进行了收网、经查。该公司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发展会员达7万人，涉案金额接近6亿元。